您好，喂，你好，请问是亚特密斯美容顾问吗？我是，是您请吗？是，我是明琴，好，你你好，你好，好，我是那个新时代商业直播平台的主播，我是叫小丁。对，那小今丁，天想要跟您讨论一下，就是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公司的话，它是在1994年成立的。那它主要就是研发一些跟美相关的一些成分，对，那包括说有保养品，那我们是擅长用高科技的美容成分，那结合多种植物跟海洋萃取的一些成分，那研发出最适合我们东方女生所用的保养品。那我们在今年就是研发团队经过不断的研究跟改良，那把医美常用的有效成分做一个完美的结合。那在今年推出了一个水漾美肌全系列的保养品，这样。那所以你们的产品会在哪些地方贩卖吗？我们目前的话，未来就是会通路啊、网购，然后面销都会有，对，也会实体店面也会进驻。那有一个专访的主题嘛，就是为什么肌肤敏感的人会越来越多呢？在这个时候，那如何预防肌肤敏感跟老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的肌肤的表皮层有一个透明网，就是透明层状的结构的物质，那我们称之为神经酰胺，它又叫 ceramide。那它主要的功能是让皮肤形成一个防水的屏障，那预防水分流失之外，也保护我们的皮肤。但是因为年龄的增长、紫外线的伤害，还有压力跟作息，就会导致这个神经酰胺快速的流失，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肌肤就是受损、干燥。然后粗糙、敏感，然后甚至就是因为太干产生干纹，干纹产生细纹，细纹产生皱纹。对，那 对，那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追求皮肤问题可以快速得到改善，所以会去医美诊所做一些疗程，比如说像安全的部分会做净肤镭射嘛，那改善毛孔就会做飞梭。对，那你但们的是镭射的话，价位会跟那些医美诊所会有很大的落差？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主打我们的 CP 值很高，就是我们用开价式的价格，但是我们是购买到医美等级的产品。那你们只有面膜的部分吗？还是有其他的相关的？有，我们有整套的保养品。那我们今年先推出面膜，保养品已经有了。那面膜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有跟那个韩国的最新的。那个野蛮公主完婚季，它是4月20号上映，那我们有做就是毕业结合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就是送面膜跟送电影票，就是我们的粉丝团都有相关的一些讯息这样。所以就要很提倡年轻人，就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保养，老了的时候就是不会老化的那么快这样。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保湿做得好的话，相对比较不会容易敏感。然后也不比较不会有一些干纹的产生，对啊，因为我刚刚有讲说，像雷射这些课程，它其实用一种仪器去散发出热能，然后破坏皮肤的表层，比如说把斑点打掉，让新的皮肤再长出来。那这很多客人做完疗程之后，会感觉到烫烫不舒服，然后他其实事后没有做好保湿跟防晒的话，脸就反而会反黑，然后也会让细纹干纹更快产生。那如果有受损的肌肤，那要如何改善、修复或改善？受损的肌肤的话，原则上其实如果你要快速修复的话，建议可以选择就是搭配面膜来做急救，因为面膜里面它有满满的精华液。那我们皮肤其实都有毛细孔，那当我们敷上面膜的时候，毛细孔暂时跟空气隔绝，那毛孔需要呼吸的时候就会。强迫瞬间把精华液吸收到皮肤表皮深层里面，然后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但是要记得的就是说，要选择就是没有含色素、香料跟化学刺激性的产品。像有一些美白乳酸体，它会有含一些 A 酸啊、果酸、水杨酸。这其实，如果你皮肤已经受损的话，就比较不适合再用这类似的面膜。加速皮肤的恶化吗？对啊，因为你皮肤已经有伤口了嘛，那你再去刺激它，其实
那因为我们网络上有蛮多就是观众的嘛，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讲的比较正确的敷脸的方式或者是保养的方式？啊 ，OK， 因为很多客人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敷面膜到底要敷多久？那我都会敷着睡觉的这个问题。对，那我比较建议，其实正常我们敷15分钟就可以了。那但是脖子记得也要敷，所以我们可以把没有敷到脸的那一面做一个敷脖子15分钟。那记得不要敷着睡觉，就是因为精华液它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棉布干掉之后，它精华液反而会反吸回去。对，所以其实敷15分钟就可以了。对。那这边的话，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最新款上市的这个水漾美肌面膜，它跟坊间的一些面膜的比较大的差异性。对。那你们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就是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蛮多人会，哎呀，因为蛮多人会听到说，哎，玻尿酸好像保湿，大家都知道是用玻尿酸，但是到底我们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主要是进口日本进口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那玻尿酸它萃取的方式，我们是用微生物去萃取发酵，有统一做过 QC 的检验，所以它的分子小程度很高，一克的玻尿酸可以帮我们肌肤留住500克的水分。对，那另外的话，我们就说，刚刚神经酰胺的部分，我们也有帮忙做一个补充，所以它可以在我们的表皮形成一个保护膜，加强高效的一个保湿锁水。那另外我们还有医疗级常用的一个甘草酸钾，它可以改善皮肤的发红啊、肿胀啊、疼痛，然后它有止痒的效果。那维他命 B5 的部分，它是可以活肤，然后延缓老化，改善粗糙、光滑。对，它比较特别的是，还有一个冰岛巴尔泽萃取的白下菊，它是号称植物性的类肉毒杆菌素。所以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然后让皮肤达到紧实弹性，然后淡化细纹的部分。对，所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嗯，所以亚特蜜斯就是很提供了很多元的商品，有面膜啊等精华液之类的。对，就是可以让精华液，然后乳霜、防晒都有。哦，所以就是让人变年轻，就是找亚特斯蜜，就是官网有这个部分嘛，就是亚特斯蜜可以找得到这部分哦。亚特蜜斯，亚特蜜斯，不好意思，就是官网找得到吗？对，找得到。OK， 所以想要变年轻的，或是想要保养一下，像我就需要保养一下，每天太劳累了，所以名字都要念错，对，所以就是可以找一下亚特蜜斯，是吗？蜜斯。对，好的。OK， 那老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谢谢你。好，那就是。感谢大家收看，就是有皮肤相关或是美容问题的话，也可以找亚特蜜斯 ，OK？ 那我们谢谢，我们到这个部分哦，谢谢。好，拜拜。拜拜。